自己的快乐自己带，自己的幸福自己找。怎么大家一直在摇头？大家不看好他制作，要做马伊豆，居然没有莱姆酒，你的人生是不是一路靠着误打误撞？你没有破业，你要做什么？我要享受这个片刻，因为隔壁老王外送中从来没有一个这么高规格的待遇，要感谢今天的特别嘉宾，让我们以隆重的掌声欢迎许兰芳许博士。盛装出席，你要去走红地毯还是？就是星光大道，因为今天轮到这件衣服要曝光，要曝光，也太紧身了吧！感谢你啦，对，那么隆重的来面对我的这一次的节目，嗯，然后呢，也要谢谢你的团队，我从来没有一次录我这个外，那今天我跟你讲，我有准备一个非常特别的咖啡给你，好，就是我一个日本的世界拉花冠军的咖啡弟弟，嗯，他说这个饮品非常适合夏天，这个水果口味是很强烈，以前很多人在喝咖啡的时候，嗯，讲得很那种含糊，很抽象。就是嗯，有一点点桃子味，有一点点什么巧克力，这个你等一下喝就知道。然后我希望你喝完直接告诉观众朋友，他这个咖啡豆是带着什么味道。好，博士有喝咖啡的习惯吗？会喝，可是没有到习惯。啊，你都喝什么咖啡居多？我喝咖啡啊，是手冲啊，还是意式呢？还是没有，就是黑咖啡啊，或者是加燕麦奶的都可以。你建议掉在地上的咖啡豆，对，不要浪费，我们是很节俭。燕麦奶都可以啊。那你都多久会从事户外活动一次？有时间，有办法到那边就去。嗯，但是你是一个睡眠时间极长的人，你如何在有时间的状况去？就是睡饱的时候，刚好外面天亮了。睡饱要刚好外面天亮，因为博士这个意思是什么，你知道吗？他有很多的时候睡起来，距离天黑只剩下两个钟头不到，所以有时候我跟他约呢，原本是想说约个早餐啊或中餐，他起床直接约晚餐呢。因为我这个泡咖啡需要两三分钟，你要不要站起来让大家欣赏一下你的今天的穿着，多么像在星光大道。哎，你们团队真的很开心的，他们是边吃边看我们录影，有图有真相，就是这一群人，你看一直在吃东西。他刚把你的熊那个牛东吃掉。从我一进来这个摄影棚，就他们就一直在吃吃喝喝，不间断吃吃喝喝哦。加上一点冰块，我认为热的它的咖啡的那种核桃味啊、巧克力味会比较重。那冰的就会比较偏稍微就是果香啊，或者是对花香之类的，非常明显，非常这个再喝不出来，我就只能叫外面吃吃喝喝团来试喝了。其实它的味道蛮接近。对啊，我今天喝起来怎么感觉有点？荔枝跟奶昔不一样吗？一样吗？荔枝觉得咖啡好喝，真的哦。你喝的感觉适不适合夏天喝？好，假设它是荔枝好了，它也是很适合夏天的一个饮品。好了，我公布正解好了啦，百香果，就是百香果，那么厉害。然后我听那个弟弟讲说，他是在蜜煮里的过程把百香果放进去，还好不是在疫情期间拍摄，大概有七个人喝过它，对，还有残渣在上面，是谁？刚才这一口有图有真相，有一个鸡块的粉在上面。博士说今天有带来特别什么饮品，要先卖关子还是直接告诉我？我要挑战。你该不会那个饮品里面有鸡块的味道吧？我怎么刚才有稍微闻到鸡块的味道？没有，是某一道鸡块是刚刚我吃的。OK， 我相信博士这个喝了这么多的 Mojito， 应该大概有自己的心得了，对不对？怎么大家一直在摇头？大家不看好他制作，你有在下厨的习惯吗？比较少料理。那你的拿手菜是什么？咖喱。咖喱是咖喱包加热那个咖喱吗？不是，是你要食物还是要煮熟啊？听起来好像就是不会料理的人。那个，我记得我莱姆酒。要做马伊豆，居然没有莱姆酒。
很想问博士一个问题：你现在拿鸡块的这只手是拿冰块的这只手是刚才拿鸡块的那只手吗？所以你确定你的饮品不会有鸡块的味道？不会，我刚好是他手啦，好像可以弄那么多。柠檬原汁是可以稀释的。我在这边跟谢若维道歉，当初你在做水果酒的时候，我一直在抱怨你。我跟你讲，没有比较，没有伤害，还是我觉得这样就蛮适合夏天喝了。今天谢谢博士带来的柠檬气泡水，我还没弄完呢，还没弄完呢。虽然你没有带到莱姆酒，但这一看也蛮适合夏天，这个像是这个薄荷酒吧？是不是？其实蛮漂亮的。对呀。真的是你的人生是不是？一路靠着误打误撞。没有啊，就是用心。你知道你刚才加多少酒吗？加这样。你确定这个？你确？等一下，你是不是想搅底下比较浓的？对啊，搅一搅啊。你看一下，你这整只手要放进去吗？你不要再继续加油添醋，它其实就是完成品。你闻，你闻。就跟我刚才闻到的那一瓶酒是一模一样味道哦。很香吧？嘿嘿，他给我喝的，是你先喝，我先喝喝看嘛。你会不会在调味过程就把整杯饮料喝完了？那你要不要重新命名这个饮品？它叫做秘密，博士的秘密。因为毛衣斗里面要放柠檬。你凭良心讲，这个柠檬到底放多久？它这个柠檬都已经皱到已经变成果干了。我原本以为是奇异果，可以啦。这才我的频道消费者。这个是我上次在家自己做毛黑豆时候买的。多久以前？我看一下。我忘记了，反正还可以用啦。这上面白白的，如果我没有看错，它可以称作是发霉吧。我看。你不要再放了啦，我觉得这样就好了。如这不是发霉啊。你有带切的刀子来吗？没有啊，因为它那个就是小柠檬啊。所以你是想要整颗放进去？对啊。即使没有莱姆酒，它也有它的味道。然后呢，因为它本来就是有柠檬，就是要装饰。啊，莫希朵还有个精华，就是叶子，反正有叶子，你用看的就可以了啦。你没有破荷叶，你拿九层塔，而且九层塔味道浓到就是跟你的炸鸡好配哦。创新很重要，我们不要模仿人家，走出自己的路。你看是不是还有花？所以九层塔花也要放进去，这是装扮啊。这一杯是什么啦？摩西的秘密。各位，你们可以放胆的留言，如果敢喝的你们加一。我觉得如果不要有那一颗柠檬哦，其实看起来还真的蛮像一杯饮料。很漂亮吧？是不是很漂亮？因为那个柠檬那个上面的那个异物，不知道到底是不是柠檬啊？怎么可能有霉？讲真的啦，如果你们短时间没有看到博士曝光，就是他肚子坏掉。我喝看，我喝看看。你边喝然后会边闻到那香气。我讲句公道话。其实呢，这一杯饮料，你只要闭上眼睛，它是好喝的。你不要看到九层塔，跟那个柠檬，你不要看，你眼睛闭起来，你这样边闻边喝是不一样的。哦，不行。可以吧？不行，我想讲，至少博士的诚意，我有感动，因为他其实可以，可以，非常好。我给博士打100分，你的概念是蛮好的，就是有一点柠檬，然后气泡水，然后薄荷酒，然后加一点冰块，其实你看颜色又漂亮。对啊，如果你们大家还想要看到博士呢一些创意的料理，我会考虑要不要在下一集再让他好好的发挥。有，今天谢谢大家，等一下啦，还有一个，谢谢博士，还有一个，非常感动，让我今天有这么好的一个团队。哎呦，真的还有准备第二杯？对啊，这就是水果酒啊。你现在正在调，我在调。你可以不要再放其他的东西了吗？你们仔细看哦，一个人哦会成功，他有一部分是坚持，而且是不会顾及其他人的眼光。啊，不需要冰块，因为已经满了。所以我先把它喝一点起来。
你，我觉得蛮好喝的，然后我还有加冰块，还要变成新的一杯。前面这一杯我们就剪掉，从这一杯开始。不行，这杯也很好喝，这杯也真的很好喝。嗯，我喝看看，红红这个绝对不会有问题，很好喝。嗯，太酸，太酸。不用加柠檬，各位。其实你很夸张耶，你们到超商如果有看到这个一整罐的，你们自己加上一些气泡水，调整自己喜欢的这个哪有酸就可以了，不需要再添加其他的东西，加一点冰块就非常适合夏天。不要被博士吓到哦，你再喝喝看啊。他是一个非常勇于创新的一个专家。你再喝喝看，太酸了，没有，我不喜欢，不会。那再一次谢谢博士，这真的还不错吧？希望那个你这样，人家会真的觉得我手艺很差哎。你觉得外面的人会觉得你手艺好吗？真的还蛮好的。你觉得观众朋友觉得你手艺好吗？如果你们觉得博士的手艺好，或者你们有什么评论来信，或者是留下你们的评论，好不好？希望能够真的很好喝，你喝喝看，在未来能够精进他的厨艺。你再喝一口。再一次谢谢大家，也谢谢博士的大驾光临，隔壁老王，明天见，拜拜。